然后有一个蛮惊讶，就是它的，然后它的表，那它的表面周边，那表面周围有一个金属的框框，看起来真的是还蛮酷炫的啦。那应该是保护作用吧，让你比较不会这样子，然后就刮伤表面。好像 G-Shock 都有一个边边的框框吧，只是是不同材质啊。那这一款是金属的，就是更耐用，看起来更帅啦，就这样。